蓝红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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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需要在心里边默念蓝红黄，蓝红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蓝。丢。蓝红黄，蓝红黄，蓝红黄。谢谢斯梅克。看看手机。蓝红黄，蓝红黄，红黄蓝不好吗？一样的。嗯，我从第一个开始记。蓝红黄，蓝红黄，蓝红黄，蓝红黄。OK。哎，走位，秒切，红，红牌大师，红牌罚下。蓝走位，你就别想着老要杀我了，行不行？红，直接疾跑开起来，回头被动，点一下接走位，赶紧闪现！哎呀，装备了这一波啊！居然放点盐，可恶！他拉克斯还挺骚啊，点盐后放，他还不先放点盐。抠一下。红走位，抠一下，这拉克斯别想回家了，他回不去了。蓝点，抠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。那都看见你了，你不想着点月塔吗？直接跑啊！他有闪现，剑圣是不是有点毛病？你要干嘛？你让我推不行吗？你又杀不了我，你浪费你的石干，你又浪费我的石干，你是不是精神病？你有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行不行？你是不是得了脑血栓？真是神经病。
就在那晃晃晃晃晃，你没点事儿干吗？你不能做点事儿去吗？这拉克斯一刀也不补，我再 Q 一下，蓝，点 Q， 再点，再点，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很牛啊，兄弟啊？我只推线不杀你，是不是不行了？我发现，我是不是得杀你了？再疾跑开起来。纯是有病，就是纯是有病。好意，我们来玩更大一下，平 A， 我就应该带个点盐，我觉得。你别回家啊，拉克斯！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回家。我们回家了。哎，很可惜没蓝呢。我吃口屎，把下路俩人杀了。你也得死，感谢黄牌，回家。来个仪式的章节，出个水银海。走到线上吧，这边有炮车。我们可以飞了啊，我找机会飞一下子，我看往哪飞，往哪飞呢，我插个眼儿。你怎么老要想着要杀我呢？你杀心很重啊。飞黄死了，没有大呀，早不说呢，你瞅你像个犊子似的。定住扣一下，
来，鳄鱼，杀剑圣啊！黄，偷，平 A 走位，再走位。你瞅你俩啊，你瞅你俩那个损色，你瞅你俩，你瞅你俩那个要死的样儿。我黄 ，Q 一下。来个黑暗封印，这顿追呀，拉克斯人呢？剑圣一会儿又得从我右边出来，你看着呢，我们就慢慢抠。也耗我的血，小伙子，你先想一想吧。飞到这里吧，平 A 杀剑圣，漂亮！这边我们绕一圈啊，给个助攻！我这啥也没捞着，还勾我一下呗？你干嘛？这斧都行。我点。拆东塔是可以的，等我们回家撸灯。这切牌好慢啊，真的慢，反应不行，我们就是玩不太好这卡牌这种英雄。我得切两轮，要闪现是吧？这不死啊！哎呦，他有念咒，怎么办？我们不要往那个死角里边走啊！哎，我塔杀。挺好的，我得来个耀光。切两轮可太秀了，不行，我只能切两轮，反应不行。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打法，人家疾风大爷还玩亚索呢。
反应不行，意识来凑，意识不行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等剑圣出来，我们再晕他啊！一定不要在他没有 Q 的时候晕他。蓝牌 Q 一下，接平 A。黄牌，甩牌。黄牌甩牌，我们死了。这虚区也太低了吧，卡牌大师啊，卡牌大师，卡牌大师的虚区也太低了。这没有美甲泄魂卷，根本他也不行啊。这还是出来个炉灯呢，这要出推推棒，那更没有伤害了。我这个补刀能有什么伤害？我这补刀咋的了？你喜欢补刀是吧？我给你创建个自定义，俺俩在这补去呗。俺俩一直补，你觉得行不行？这蛮子可以杀呀，其实。我们现在需要担待了啊，我有 R 打呀，你怕啥呀，那瞒着先杀剑圣，对，黄牌 QA， 哎，这虚区是真低呀、啊！黄牌晕走，红牌，快点回家，家里遭殃了。那武器大师怎么能让蛮子打成这样呢？虚区真的很低呀、啊，卡牌大师。这个英雄主要是节奏性强，知道吧？主要是抢节奏的英雄。硬让他打虚区肯定是不太行。我们就慢慢带吧，现在我单带几乎不会死，没有人能打得死我。走位，飞，晕，他不知道我多少血。我们，哎呀，哪里来个卡莎，简直可恶！瞒着上高地了，推基地了，也行，跟他换吧呢。
我们去干扰这蛮子去。主要是清兵啊、哦！给我一刀砍了，我老蛮子，基地没了啊！基地没了，基地没了，傻子！这波是田忌赛。